从过年到现在应该将近半年多了没有看电影嘛，然后今天也是第一场，所以说虽然是复印的电影，但是还蛮心情还是蛮激动的。然后刚好现在今天刚好放假，所以我就想过来重温一下电影院的那种情怀吧，毕竟有大半年，而且电影。